白这些日子以来，在你心中已经有了另一个女孩。我知道爱情不能勉强，但是我还是无法释怀。先走。认识你只不过是最近的事情，感觉上却好像是早已和你熟悉。可是我不断想起你另一段感情。我是不是该离开你？我不想去介入别人故事。是不是该离开你？我不想和别人分享你。请你告诉我，问我自己，我是不是该离开你？我不想去介入别人故事。是不是该离开你？我不想和别人分享你。请你告